第一轮，请我们一对一的两位选手出场。Three, two, one。布布，布布。好，我们的布布对阵我们的雷小阳。布布，布布 ，Let's go！ Oh my god！ 上来就放大招。布布是法国 KOD 国家队的队员，一上场就差不多要赢的那个感觉了。我接到的人，布布最厉害的人出来了，没得说，布布赢的几率最大。对面的话，我觉得很难打。确实不能输，站起来 ，Let's go， 站起来，加油，雷小阳。当时就想，如果对方出布布，那我就上。布布也是我的老师之一，就希望能把他教的东西能还给他。先决定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。布布 go first，Let's go。Okay, a long trip the beat。哎。布布。Surprised because he's a very strong dancer, actually. So it's a very big surprise. I think he's very strong. 有有有有，满了满了满了！有没有奇迹？啊！这个发挥绝了。雷小阳海选的时候，他的优势是 battle。那天表现出来的表演，既艺术跟 quality， 同时也有 battle 的能力，所以 hip hop freestyle 我是相信他。面对国际的一个比较强大的对手，他发挥的那场特别的好，是有赢的机会的。四位队长 ，three， two。One， 二比一，恭喜我们的 Bubu。第一轮呢是由我们的 A 组 Hip Hop 队先积一分。我觉得应该是 One More。对，我也觉得应该 One More。怎么看这一场 ？Tell me why。我就想说两句话吧，布布太厉害了，雷小阳没有输。啊，我是觉得布布的细节做得更好，布布是在每个动作的连接中玩音乐。
对，我觉得两边都跳得非常好，包括听音乐、玩音乐，包括细节的处理。雷小阳在这一轮 battle 的时候，他的 hip hop 我觉得也 OK 的。如果在同样都打动了我的时候，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更具美感的这样的一位选手。我觉得这一边对于我来说，今天玩音乐比较更立体一点。我觉得雷小阳知道 Bobo 的 floor work 都很厉害的情况下，他也用了一个地板的招去回应了他。那个场合那一瞬间特别吸引我。尽力了，尽力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稳住，稳住，我们能赢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我们也知道对面非常顺利，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情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稳住，我们能赢，稳住，我们能赢，加油。觉得压力真的蛮大的。我还是来决定一下这第二场的出场顺序，有请 B 组先出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并不是说对面是前辈，我们不能打，更多是想的是怎么去赢他们才是更大的 respect。 可能说他们厉害，但我真的觉得不是无敌的那种。首先我跟 AK 东在一块儿，然后还有小杨，就三个了。只要团结一心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，胜算还是挺大的。发现我们的技术共同点会非常多，比赛经验相当丰富，所以我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组合出一套好的 routine。打起来，加油！Let's go。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 hip hop 的五对五，谁将拿到这一分呢？四位队长 ，3、2、1。